接下来给大家演示该款机器最最重要的影页操作视频。首先，我们将配备的注射器拿出来。第二，将进液口的管子拔掉。第三，锁罐的蜂蜜抽取一定液体量，往进液口打。进去，一直到泵里边。不同粘稠度的蜂蜜所引的液量不同，如40度的蜂蜜，我们将引液20到25毫升；42度的蜂蜜，我们将引液30毫升；43度以上的蜂蜜，我们将引液40毫升。像蜂王浆，我们将整个泵体灌满，乃至将进液口所有的管道都要灌满。